生肖月份对起来，古法古相超准确。摸骨跟骨相是一样的吗？一样的意思。狗六月，狗六月，鱼骨，鱼骨，而且我还姓鱼呢。一生当中哦，越忙是越好。能够享受他的生活。哎，老师真的有准哦，不是很准，怎么讲的是这样？两个半小时才说我准。每个礼拜三、礼拜四的晚上10:15，请锁定《这是吴亚伯》。